小门，陆群，我下计算机专利。你长远的打算是什么？我想去基层地方政府服务，造福一方百姓。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望远镜上 get Theta。我们能不能有一台世界领先的望远镜出来？我是以视野造镜，到现在也有61年了。来到西方。你们新的人生征程已经开始，漂亮！要有培养思想家的意思，否则的话呢，做不出文章。原来西南联大为什么成功，就强调两个字：学风。我们如果要想领先的话，还是要有自己的技术。你不搞研究队伍，是永远上不去。做一件事情很难，但我觉得这对国家是很重要的。清华的人的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，它会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有意义的工作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做老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希望你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，成就有意义的人生。